啊。你就不要觉得啊、哦，我在中国共产党手下，对吧？你们在中国共产党手里面啊、吃香的喝辣的，啊，这个，哎呦，钱那么多啊！中国人，你们是，在中国人里面啊，你们是，最舒服的一群人，所以你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家国意识、忧患意识，对不对？你们根本不去思考，你们根本不去思考历史到底是什么。那反过来说明了什么呢？反过来就说明了你们共产党的这些官僚啊，特别蠢啊！你们只知道拿钱，只知道要权力，只知道什么？只知道分赃啊！你们没有大脑啊！共产党给你们一些钱，给你们一些权啊，你们就马上抱起共产党大腿，哎呦，共产党就是你的祖宗。你们一点儿民族的意识，一点民族这个，一点国家的这个意识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谁来了，谁来了，你们抱谁腿，共产党来了，你们就跪舔共产党，之前日本人来了，你们就是汉奸的货色。所以呢，我就说，